七漏，只系差90分钟嘅时间。呢、这个机会咧，好多球队都想拥有噶。问题系拥有呢个机会咧，系咪真系把握到、实现到自己嘅志向先？当主队喺呢一度踢比赛嘅时候，就连球场出面啊都染晒红色嘅。嚟啦！拜仁慕尼黑对 AC 米兰 ，AC 米兰呢一场波唔输得噶 ，fans 都会全力撑佢哋嘅。踢入嚟，好关键嘅解围啊！佢哋要好好把握呢个机会啊！哎，守得好好啊！做乜咁大嘥啊，后生仔！冇机会嗰阵时又话冇机会，而家有机会啦，又把握唔到。分去右翼到。呢啲走位後衞頭痛啦！力行傳中，佢越咗位啦！烏列治。古列治、穆斯亞拿、穆斯亞拿傳中，巴里斯呢度有機會解除危機先，反擊啦！哇，可以話係狼群戰術啊！維拉傳去側翼，啊，可唔可以俾到落去呢個空位咧？冇舉旗喎，今次得唔得啊？呢個後防啊，發緊夢啦！個波傳向左翼，有機會突破。史尼達，好啦，場波踢到而家啦，你覺得有啲咩值得留意嘅地方啊？兩隊都唔想主動喎，都係以保守啲嘅踢法為主，唔想失波先啦。喺眼前都幾多選擇嘅喎，比斯唔會想輸噶，後場頂呢個波。入咗網，入咗啊！呢個波，大家等嘅就係呢一刻啦。嗱，值得欣賞咧，就係佢哋唔單止係搶個波咁簡單啊，仲要係攞到個波之後點做嗰下好嘢啊嘛。哎，攞到個好開始啊！而家嘅問題咧就係點樣加油，再接再厲入多球，定係耐心等待反擊機會啦嚇？呢一球傳唔到啦。見到個波咧，而家嚟到羅拔里雲道夫斯基腳下，比斯睇俾唔俾到個靚波先。碧咸，一開始反擊好好噶，不過有頭佢射啦，守門員啊處變不驚。咁橫掂都冇乜機會埋門啊！試下起腳，等啲觀眾興奮下都好嘅。基拔圖斯華向前傳出，好古列治攞到波啊！高魯夫，高魯夫。再一次救到啊！沙拿帶住個波攻上去，卡夫進攻能力咧都唔錯噶。咦？羅拔里雲道夫斯基攞到波咯，睇佢眼神啊唔多高興，你都知道發生咩事啦。可能咧溝通係出現咗少少問題啦，有啲牛頭唔搭馬嘴啊，算係好準嘅一球啊！將個波送去側翼，力行傳中，迪奧香南迪斯一腳將波清走。明明有咁多選擇，點解會咁樣揀㗎？都撞得幾大力噃，成功阻止到，哎跌倒。穿埋過去，迪奧香南迪斯其實有機會試噶啦，特為撐屎啊！
只是差些少，不过不入就是不入，都叫做夠膽起腳的了，不过不中籠啊。羅伯利雲道夫斯基，好搶了個球了，咁都俾你估到啊！佢有機會發起反攻啦，毫無疑問啦，一定犯規，睇嚟都經已係最後警告噶啦，仲未俾牌嘅。馬甸尼，個球咧喺孫興文腳下。哇！幾乎係俾人推開嘅噃，快啲帶上前面啦！閱讀球賽能力好啊嚇，預測到之後會發生咩事？好嘢啊！食曬個位。嗱，無論係入維拉，咁就送個自由球俾人。嗱，睇嚟球證咧有些少想攞張牌出嚟嘅，不過結果最後啊都係警告啊算數啦。好彩啊佢，咁都唔使攞牌，總之啊之後小心啦。羅伯利雲道夫斯基今次過不到去了，力量和力量的對決了，羅伯利雲道夫斯基，哇這球有趣啊，羅伯利雲道夫斯基，球職結束上半場了，上半場我就覺得是勢均力敵，不過兩隊的這麼努力加起來只有一個入球而已，我想他們都應該幾滿意上半場的表現和個比數的，看看可不可以維持住的氣勢去到完場了。 AC 米蘭對上半場的結果應該是滿意的了，暫時是領先1-0。下半場開波啦！呢個情況之下，應該要踢得大膽啲啦。維拉，好，古列治攞到波啊！古列治射啊！呢球波撲得好，呢個波簡直即唔係講技術去點救啊，完全係講本能反應嘅啫。列卡特向右翼傳出。嗱，睇到啦，睇到有人啦。好，美斯攞到波啦，美斯传中，列卡特踢走个波。哇，领队都松口气啊，因为呢啲反击咧，随时输死人嘅。成个反击都唔错噶，如果入咗啊，呢球是高老夫。我谂对方都吓流几滴冷汗啦。高老夫，佢咁样都射唔中嘅。孫興文起腳，呼扭亞速曬路啦！大家追住個波，比斯，比斯同對手單對單，冇人掹佢啊！唔玩嘢，唔搔腳法啦，直接同你清走佢。碧咸，杜魯夫。孫興文，防線夠曬穩健啊！迪奧香南迪斯個企位企得好啊，傳得好靚啊！睇到有隊友啦嚇，過到啦，過到啦，其實有機會射啊！好，個波甩咗出嚟啦，邊個搶得到咧？紐亞追住個波。
韦拉，咦，防线有个漏洞喎，罗拔利云道夫斯基攞到波啦，带到个波上去啦，有冇机会呢？反击嘅时候唔够专心，失败，机会咁样浪费，失败，射门啦！呢球波大把人揀啊！守门员单锤打出，唔错唔错，有啲睇头啊！嗱，唔错啊，佢哋系咁先揾到机会去打开局面嘅啫。咁就有嘢睇啦！基拔图斯话轻松应付啦，呢啲做乜咁大嘥啊，后生仔！冇机会嗰阵时又话冇机会，而家有机会啦，又把握唔到。史尼达传去侧翼，迪奥香南迪斯，呢个波啊甩咗出去咯，呢下救命啦！俾波嘅路线又明显得滞嘅。好重要的一个拦截啊！列卡特、拜仁慕尼黑呢几脚啊传得不错噃，警觉性不错啊！尝试啊走位配合下，唔使急，最紧要唔好慢，找到空位啦，睇下有冇机会先，传个波入嚟喺禁区边搞咗咁耐，最后都俾唔到，真系可惜啊！整个组织都不错的，再接再厉，下一次可能得的。喂，传歪了，拜仁慕尼黑追平的机会就可能渺茫了一点，不过都不可以放弃的。古列治，拜仁慕尼黑勤力就够勤力了，不过追不追到被人侵犯，咦，兩邊咧都利用呢一個機會去換一換人喎，執執個陣先啊！可能咧想快贏一步，保持住呢個優勢啊！個預知能力真係好啊！好嘢啊，食曬個位！希望佢哋可以好好善用呢個機會啊！明明有咁多選擇，點解會咁樣揀噶？挡咗啲球波，唔通结局真系咁残忍？佢哋好好斗志噶，唉，但系唔知仲有冇下次机会啊！艾宁夏兰德，嗱，队友识走位，咪有更多选择啦。将个波咧就压咗入去中路啊！维拉一脚将波清走，时间越嚟越少噶啦。快啲諗下，仲有冇機會追平啦？
睇嚟就似越位嘅，啊系啦，冇错啦。戴定哈兰德呢球波过唔到啦，完场嘅鸡声响起啦。今日贏波搞掂，而家可以好好地慶祝一下啦。Heman點睇先 ？AC 米蘭今日嘅。